来三包的1.58，4包的来2包分，就这样给大家一卷，怎么样？吃大家一卷，头家有回来不啦？好，我们三分一包，头家多滴，超长来2包的，白带卷，大哥变成文，好，白带卷2包过来，记得。对，上面讲白带卷，等我看啊，最后两位了，五股啊，我来下各位九分的，来最后一位喽，来白带卷来5号开始了，来我抓我后面。来，第二顿2包过来。来，你讲个你买个你茶杯啊，好不？来，2包过来，边个老大要坐一排，安尼无？来，大哥来，谢谢。来，最后一位了，不要表白，来100块来，先去包两，到尾记得别过来跟我啊，100块。来，哦，好嘞，你科鲁三票都买得着厉害，其他人皮拢要杜甫。嗨，二来，阿要吃鸡腿排来。乱啊，你搞来乱，你从安尼倒进，我是要卖。来刘二良大鸡腿排哦，这已经全熟了，超好吃的。这餐厅的来几两几分？来2包块刘二良大鸡腿来200块，2包块，一斤80，一叫大鸡，真的好吃。我们今天进一斤80块钱，你可买无车？来2斤哦哩，来3斤哦哩，来2包块4斤哦哩，我不忘对你呢。来啦，5斤哦哩好啦，来刘二良全熟大鸡腿。加热就可以了。来五斤哦，你啊来2包，2包8分，啊，佮加一斤啊来啊，6斤哦，你吃啦，你可以啦，来全熟牛二两鸡腿排，后来要加嘛，这是强酱的哦，大牌子的哦，很好吃。来2包8分，来4斤，来5斤，来6斤哦，你来，今日要吃鸡腿排，来2包，诶，我是真正袂多少的哈，但是你来我家吼，唔敢咱想讲咩鱼啊，咱家产品足济，哦，你要吃到完，你佫无差，看到。看到我全部的产品的啦，来啦，一人加起来200块，阿姐你也袂吼，来进来做好吃，来200块，你要2份吗？啊你，来来，5斤你来，来200块，什么关掉加水的紧，来抓下来关掉哦，来加水做好啊，你撑到，来，我再加水大滴的紧，来进来200块，好，知道，好，抓起来，抓起来，抓起来，我看袂落的，都是对啦吼。答对了，欢迎你对。啊，你老师。你要大声是要让人吓惊的呀。2包，有阿大声有叫。歹势，阿班比金的吼有会啊啦吼。哎呀，差不多42岁有啊，所以大家较体谅一下，来加水2包拢讲过了的，我搁三号过来，大声的教伊啦。来，你卖喝了唔饿，大行拢要学风歌啦，大细声。来2号鸡腿来，都买到了吗？真的很香，真的很好吃，我不骗你。被炸了呀！我是被你笑啊，阿婆你无更没有这个技巧啊。你的被炸吧，来200块来，来200块来。他的门面都要叠落过来。汤啊，还是大包开锅啦？是不是开锅开锅？因为这只大鸡这么小鸡啦，小鸡我都会做得不了。来200块来，进，最后是喜欢我啊，最后5个客人2号鸡腿。都买到了哈，安尼等一下再卖咯。哦，你忙等嘞，不差，但未钓，你无钓恁差的代志啊。哦，100敢无？在100去啊！有这种物件哦，100啊！哦，进100足强的，来，上面吃100，回收爷爷，然后谢谢，3000块。不要开玩笑的来，来要吃100几斤了哇？来哪个人配呢？没我发，来300块我这，300块来100，300块，全部6个客人而已哦。一波大点，但是作水。啊！你卖挂羊，你真正三毛九，就多好吃。来300块，2个而已嘛。我来要吃100无？拢要来啊！我讲啊，你若摕钱紧，我就拼3杯，拼3杯，咱买袂到6个，我恁5个人拼袂到，安尼较紧。第几点加足一点？来，好个。来，搞定。来，小弟，5个人给包完。再不问地段。几号人啊？2号。几号？我第几段？你要几分？几号？我第几？你先。4号，赶紧好。麦基以后啊，好来啊！帝王蟹放来宾，叫麦王姐后边。麦基，来，这帅哥4分啊，上面2分啊，多一点。来，帅哥的，来，阿要吃鸡来，太细，你到顶看到7半了，后边无鸡啊，诶，我全部拢摆开啊。要吃鸡，卖开是千，卖开变白，这火力啊啦，火力啊鸡多只，来500块，500块来。哦，你要买鸡来500，500，500，多少钱？你买的啊？消散在空气中。快讲啊！
一个、两个，才三百，搁卖三个，来这一个人就来几五百块嘞，最后一位了，是吧？嗯，这水来，无啊，后边无啊，这一个人加五百块嘞，五百块。根据你的水银端。上尾啊。我搁变了，应该变过来。变。买好啦，来，搁少一下我来五百来，来三个要来来来，不同你看来，我你赚几多？来五百块钱。真的很漂亮，回去煎煎撒胡椒，超好吃的。不要抹盐，拜托你，那盐收了哈，那鱼啊不知不觉的变甜啊。啊，你卖搞我抹盐，安尼你煎三胡椒，甜得好吃。来五百块来，恁三个人加搞买买，都来欢喜得了。有少少一地盐吧，来五百块来。歹势哈，伊这平均就是几地就是几地，有诶较大地，有较细地，不一定平均地。来五百块来，最后一位，来去五百块来。啊，今仔食平均三个人去拢平均地。来最后一个人去了，去五百块来，好咧。这里哦，你卖讲讲古市个会使。这样讲是假哦。来是假。讲这里哦，我虾米虾米我搞红哥死了。我哥讲搞我真个，老板啊！我去红边倒来呀、啊，啥玉米啊？来，还要吃玉米罐来啊、哦！我有这时间，刚好玉米罐在家嘞。赶快哦，拿钱快一点，大哥要哦，来一百块完了。玉米罐一罐就要五十几块啊，来要吃一百块嘞。红龙的玉米罐，各位人要吃玉米罐无？来一百，啊，这不用标，这常温放了就好了，放恁家面床高头。当时啊，你也落枕，这罐够了。来四个，哦，好困。来一百块五个了哈，来玉米罐来，三罐四罐两百，免啦，一百都来四罐派去。还好我已经洗。红龙的玉米罐啦哈，来一百块来，红龙玉米罐赞嘞，你只讲一罐来，来一百块，啥无关的，等我，拢怪去，拢怪去，太多。你拢无感觉我了钱咧卖哦，太多。哎，怎么嘞？后迄个五罐是百块哦。今日讲做水饺。只是要找厝边头尾两三十罐啊，做只好厝边的鱼啊。水饺干啥？卖钱的。我赶快甲你讲，别见面你买遐，买遐烦恼好不好？来，小姐，来，你过来。好了好了，先不要说了，先不要说了。就只美女帮我点。哎呀，这边。那我也是可以回来。别搞，你得再修。修。修。不然无客掉啊你。有水饺吗？水饺卖掉了，卖掉了，没了，被拿掉，没有了，没了，不能再卖了，已经被买走了。一个人还没给我，我安尼多好啦。好，伊就无关系，大好诶，我甲你买好无？卖公司搞买，我甲你买公司。来，阿仔无客掉啦。好，后边大哥还没客掉咧。哎，我不爱客掉啊。你别傻咧。哎，我收到一个。阿弟要弄客掉。啊！你死啊！你都退掉，死啊！你唔退掉，别使啊！别使，别使收啊！唔收了。你啥开？无爱注意后边嘞。有啦，有了，到时收啦。哎，上无买着。你甲收钱啊？太辛苦了，便宜就过来了。你两块三七八块的物件。哦，还未收，还得啊剩收。好，食这来，你坐。我不要卖黑啦，我不要介绍啦，靠腰啊。我不知道价钱，真的不知道价钱。来来来来来来。来，有要吃蜂蜜猪排来，蜂蜜排骨的来，免三百，一碟七十块，三碟鱼啊，这四个人全熟的蜂蜜排骨，超好吃的。但是哦，外国有一点要来注意，一个月来个吃完，有些厂商哦叫我促销的，哦，一个月七月二号之前吃完，来，有要吃的，外国卖叫厂商给啊，那厂商要叫我了解，我怎么了解？来，免三百，来两百块。蜂蜜排骨，有鳕鱼跟坨坨。来，我感觉三碟卖两百了，有啊来，四碟哦你来，五碟哦你来，两百块都来，这碟搁送你来，两百块来，六碟哦你煎哪来啦？加热就好了，加热就好了，这好吃，这我好吃过。来，两百块都，来来来，再结再结再结，我收钱我收钱，来两百块来，四碟来五碟，来这碟够你。来五百。今天啊，今天要拼了。我搁袂再准备一万块，就卖放冰箱好无？啊，你足大个呢！来两百块，蜂蜜排骨拢准备来哦，蜂蜜排骨啊，哎，这个好吃，大哥。来蜂蜜排骨拢准备啊，大哥啊，这袂恁好东西嗦。我唔管啊，我这想我起起来咧看国盘，我无想要搁收第二摆哦。唔捌食过排骨嘞个，就去死啦！下拄仔食菜加食菜有无？行路个。我你试下，买我一袋七十三袋鱼啊，来一百块来。一百块。试价。
好，包包卖一百啊，来100块来。来100块。王兵，王兵，加热就好了，这已经熟了，这已经熟了，你回去加热就可以吃了。贵粉贵小心，囡仔吼，小心龙凤酱。来，一百块来，进来。100块来，一百都有差不多包了。有啊，拢包了，来，小姐要干么？来，100块来，到五到五块啊，来，100块来，进来。隆重备了蜂蜜排骨，都有了哦。好，谢谢。来，伙伴啊，蒜泥啊，鳕鱼啊，鳕鱼还没有卖到。红烧肉蒜泥吧，哈。我来干，我尝鲜尝鲜。哇，老板。来，边讲富贵猪脚圈呢，当做快来300块，300块来，饮茶包来，做个价啊。外公啊，300面一客啊，是2客啊，但是老板不在，我在打折。这两天两天来，你要我加热就很好吃的。来，会不会猪脚村300块变你要我哇？来，二岁谢谢你了。还没讲包爷开300来，冷包200块来包爷，这冷包是3包你了，4包你了。不过俺讲包爷哦，来两个人给变成，来200块来，来去来我包你了，来2个客人吃就好了，包爷切片切好了，非常方便。来包爷200块来，来给你几千块来包给你，大概几分钟啊？来200块来，包爷200块。只有3个客人吗？待会儿找你请哈，张小姐哈，来包鱼200块来，冰冰冰冰来了哦，来200块来包鱼。哎呀，那么快真有趣啊！哎呀，怎么料啊？来包鱼200块得来，200块来，200块是要搞阿秋阿多等你啊！来包鱼200块来，超前超前，给你。来加钱。来包鱼200了。好，我下班。快讲来，红花虾了，给你。给你。阿秋干咩来？包鱼我来。包鱼干。来了，不看你了，快打你都没有。来包鱼的包，都上了不了，都拿到了哈，不是拿给你了。阿强哈，多少？阿强，你给多少？1000，我看了，1000了，他给1000，你都拿到没？东西还没开，底下少，底下少。给来包鱼的包，都装备了哈，包鱼切片。来，谢谢。1000的。不来啊！你给我盖上去，来物件包好，你都花啦哈！我这个人可以头一摆来啊，这样差几年，本本的来。别烦了，我物件包好了，你拿，不要差哦。来，物件包好，过来，别包上去，别包来，来，关机。嘿啦，你爱住咯，看是要把人买物件咯，咸咸的，真不要差啊！嘿，你唔好我包唔对，别包啦，你提对啦，我玩些太早呀。来，第八上都关掉，来后拢关掉哈，来鲑鱼来，小哥都给糖吃饱吗？小哥，来要吃鲑鱼的来，眼睛在这边不去了。红地鱼这菜边粉红啊，粉红色的超漂亮的哦，这是顶级鲑鱼，餐厅在用的。来，我们接下来卖卖1000台币吧，来我包好。鲑鱼500块来，鲑鱼被我包了，来一条你，来两条你来，真的很漂亮，拢无多胖哦。来三条你。来四条哩，100块买无四条，来五百了，来五条哩，啊，这条要请哩，来五百了，可以500块来，要平完了不？都是要平的，而且六条500块已经收少啊哩。来几分？你又骗了你。来找钱啊！你讲钱啊，拢不要钱。来可以准备起来。来啥？来500块来。第二次点。都多好，来这条我送你，七条我你吃一条。来，我包到鲑鱼来，赶快，动作快来！鲑鱼，你满意啊？一个多剩70块，什么鲑鱼？看我遐少的，这顶级鲑鱼呢，不是一般的鲑鱼呢。来，500块，这样子啊，给阿伯乖，动作快！来，500块，春节了，听啊！来，抢到未啊？抢到未？阿玲侬，你可不可以滚哦？好，你稍稍滚，快赶紧擦。来，鲑鱼500块，够了没？快点不？都买到了，来，这么赶，再怎么赶？好，来鳕鱼啊！来，我到底几多？鳕鱼先咯，鳕鱼先走咯。我讲足够钱嘞，我还讲我唔知道这什么，我连看到都未看到，你们叫我买来。葱肉千层派嘞，这不便宜嘞。葱肉千层派，大概有三片，一片吼，你参加叫上少费十块。然后要不要？三片也要洗。行的。有要吃的，有要500，有要400，我还讲哦。这我赚第二元，啊不，这是后日摆到收起的物件，来，一个人买几块，来200块来，200块了，不确定，200块了，大哥你要买，这个下礼拜才会出现，这提早出现的，三百了，来200块你来，阿辉要几分？阿辉要几分？阿辉要几分？阿你看牌，阿辉啊，今仔后尾做下款哦。
来，冷爆过来。可以卖远的哦，大品牌哦。对啊，姐啦，给冷爆过来。这些好东西呢，不可能那么便宜，好不好？哎，两百块冲过来啊、哦！都是我的错，我卖那么便宜，拍谁哈？你最好的摆摊出来，今天摆的刚好给货来，来算你来。哦，你再一袋一遍。我没要啦，好像不是没要啦。一箱哎，我带你都得一袋两袋。啊，都有一箱啦，都有一箱碟，什么菜对啊？所以对，来三袋六百，有要吃算你的。不要一千，不要八百了，来五百块了，五百块来，一袋够吃啊，四袋。不少吧呢，但是四袋不好听，来五袋你啦，五百块了，我叫我去吃鱼，来五百块来，来等下做咩招你呢？啊，唔好紧张，一定会招你，来五百块来，来三袋，来四袋，来四袋够我哩，够哩，来五百了，赶紧赶紧赶紧，两袋啦，来三袋啦，来四袋五袋来。来我爸哥这里，来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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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坐过来，来小姐小姐，来我表你来，五关那边五关那边，来快进快进来，这里个坐过来，来，小姐啊，来我爸哥这个哦，好嘿，超好哩，哦，阿吉平多刚不要介意，哎，这是正常的，来我爸哥，来过来你阿妹进来，来进来，来我爸来看看看，来我爸过来，来小姐阿妹看到了。来，我爸讲，哎、欸，今年啊，算你无啊。来，五百。最后一箱了，最后一箱，伊才带有人好廿几箱而已。哦，我搞廿两箱，啊无，算你绝对有够恁买。走好。哎，算你无啊，算你无啊。来，我爸讲，最后三个客人都买到了啊、哦。好，谢谢。来，大哥要个。来，五片哦，五片哦，不是八百，不是，不用七百五哦。来，我爸，安龙快点哦，算你。好，谢谢大家。来，我把那几箱算了，没有。家人好，来鲑鱼来，有水无？正港铁板烧的鲑鱼，超漂亮的。我都无水啊，我洗一条，你看红鲫鱼水正港，无煮太多黑哦。但是这餐厅好出来呐，这一锅菜只要无放出来，来免五百，来三百块啊，你鲑鱼来三百块，先先掏钱啊，接下来三百块的，先加水。这里啊，大真德阿麦外啊，真正三毛九，八十几，来三百块六袋，三百块八袋。八袋四百，三百来十袋哦，你一两三四来，再个五袋，互你吃欢喜，十五袋，不是五百，来三百了，哎呀，我今日袂咸鱼，你啊十五袋三百，鲑鱼呢？来三百块，来三百过来，紧，鲑鱼三百块来，来紧嘞，小鲑鱼出来我来，来三百了，三百块来，三百过了，应该是这一箱啊，这一箱这一箱，来三百过来，两张五百，一张一。来三百六位小姐，来三百。来老板，老板坐啦。来，进来，进来，好客，赶快，赶快。别误吃啊的。来，来，各位，三百多拿到了没有？赶快，赶快。我跟你们讲，我这样卖吼，不够本钱啦。但是未够进来，没有完得啦，做好之后。下个礼拜。来三百，够三百块了，各位，进来。手抓吧，我比较清楚啊。来三百六。来，各位都拿到了吗？那小猫，你有没有怕死啊？来，上班了，上班了。我刚才在那位数的，你不知道。来，各位拢有啊？现场买可以啊，来这里也行，三百而已。长期你把你想要的东西记下来，然后我把来客电话就上来。来，开始啊，村长给让给你啊，来。快，十五片给你们，真的很漂亮。来，三八红，最好两个，最好鲑鱼。来，三八用关掉哦。鲑鱼都拿到了哦。来，三百块来，最后两个过来了。来，三八红，还有装备好，鲑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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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铁板烧鲑鱼。来，帅哥们请回来。一秒。来，三八过来，进来，进来，进来。秋干面，秋干面。鲑鱼快卖完了，鲑鱼快卖完了。这铁板烧鲑鱼，我那边别别完成几块啊。来三百，都有三百块的给。这边虾饼。同怀啊，来个水果来，都有虾饼，我虾饼。表虾饼，我带我那边到了。触及拉高了，那表示来虾饼的话变多了。来，阿爸三片包来，我嘛，来天天虾饼来。有吃过的举手，后面较紧啦。我带小龟包啊，前面的小卷很幼，他都有吃哦，好不好？是，他不是欧链啊，伊是真正是虾饼哦，而且食品展六片八十块。外公，其他人弄食品或冷冻品的话，等于行，等于差，等于中等青菜，你做得好只，不是乌龙片哦，是虾饼哦，田园虾饼，来一人一份，十八袋哦，两百块来，免，我讲免两百，我你试一下一半，真的好吃。
我领导啊，这还是在差蛋吧，稍微差五块多价，这样要求能把大货都搞备的，来一百多，一百块来。田园虾饼一百块来，我你打个气价，下次买两百喽，来一百块，一百块来。田园虾饼没样价，两个俩，三个俩，我大都我发一百块俩的，我你发两百块来虾饼，一百块都拿到了吗？都有了吗？一百块完了，没两个，得搞几点啊？来一百块，给你先个包两块起来的。来十八片两个，来鸡软骨来拆三百块，鸡软骨来三百块，来两包你们，两包多一公斤，我怕没三百啦，三个人给买都骨和蛋烤都给，来两包过来，鸡软骨200块就好了，两百不是三百，今年不要收，来鸡软骨200块，都买到了吗？有了哈，有了，你真正卖了哈，来鸡软骨200块。一包就150了，我两包卖你300，我买包的200而已，鸡软骨两包，弄够了哦，鸡软骨，来谢谢。明天有吗？天成没有哈，只有六日下午在这边哈，明天他们休息了。而且这话，白三行无白，你的物件就是不是啊？你还要讲钱？我不贪白的啦，因为我物件太济，物件正常，所以你要我提醒一下。三黑银买500，黑银买400来，300可能的人在这边在这边看，两个客人而已。来，最后一位了，下来，对不对？来两个收完了。对了，交通委员两个人给不能进去了，通不能往啊。来两个客人来。今天来帮你，心情量好好。来，脸书这边的朋友还没按赞，我给你扛一个，麻烦先帮按赞跟追踪起来。等于啊。是，来，再加一袋面，来，只有六个客人，来200块。来一袋面200块，来200块，来200六，别来别，不要担心，不要担心，我收钱很稳的，我花钱比较凶而已，我收钱很稳。来200块一袋面，200的鲅鱼啊，这200块鲅鱼也是来200，这200块请你，这阵仔囡仔拢伫厝吼，无读册对无，拢伫厝，食阿爸，食阿母。这背包你吃，没400，来200六，我小黄你，啊你好，等下囡仔好好解决啦。这加热办一办就好了，你给给整几个荷包蛋，整几只鸡腿排，安尼就一顿啊，够好用的。来200块俩，够好吃，够俗。来背包，来200块而已，意大利面200块，总个变好俗，够300块了。来加四包，五包、6包、7包，来背包你，来200块两种口味，让你们哦混合着吃，真的好吃，来200块来。最后两个人给两意大利面，帅哥啊！最后两位喽，意大利面200块来，拢准备了没？意大利面，拢完了呀！哎呦，意大利面就那边了，拢完哦。好，谢谢，来，阿伯吃啥？小可爱一定爱卖啊，都无卖吼，人家穿件出来啊。来，免1000，免800，三个人给来500块啊，都三个客人而已，赶快动作快点。来五百多，来这两百块你啦，来五百，来这两个请你，我吃一礼拜啦，有水无？谢谢大姐。小哥真正一到站啦，身多一流一嘞。来500块俩，不炒吧？我靠，要恁卖两个俩，够三个。来一分钱，来500块，手机这边都来问候一下，来动作快，来500块来，茶烧干面来500，拢准备了未？小哥，进来，最后一个客人小姐，要小哥无坐哦，袂到紧嘞，我别玩得过啊吼，来500块来。来500块，最后一位客人，小姐，500块，通通拿到了哦。